Welcome to Mandarin Corners, HSK Vocabulary Level 1, Verbs 1 to 36. 第一个, 爱 爱 means to love. 我爱我的老公 我爱我的老公 第二个, 不客气 不客气 means you're welcome. 当别人说谢谢的时候, 你要说不客气。 当别人说谢谢的时候, 你要说不客气。 第三个, 吃。 吃 means to eat. 你喜欢吃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 第四个, 打电话 打电话 means to make a telephone call. 我正在打电话 我正在打电话 第五个, 读 读 means to read. 我要读这本书 我要读这本书 第六个, 对不起 对不起 means sorry.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对不起,我来晚了 第七个,工作 工作 means to work. 我每天都要工作 第八个,喝 喝 means to drink. 你喝绿茶吗? 你喝绿茶吗? 第九个, 回 回 means to come back. 我弟弟回来了 第十个, 会 会 means can. 我会弹吉他 第十一个, 叫 叫 means to call. 请叫我老师 第十二个, 开 开 means to open. 不要开门 第十三个, 看 看 means to look at. 你在看什么? 你在看什么? 第十四个, 看见 看见 means to see. 我看见了一个男人 第十五个, 来 来 means to come. 你会来中国吗? 你会来中国吗? 第十六个, 买 买 means to buy. 我决定买一辆车 第十七个, 没关系 没关系 means it doesn't matter.
你喜不喜欢我都没关系。你喜不喜欢我都没关系。第十八个，能。能 means to be able to。 你能给我一杯水吗？你能给我一杯水吗？第十九个，请。请 means please。 请给我菜单。请给我菜单。第二十个，去。去 means to go。 我想去美国。我想去美国。第二十一个，认识。认识 means to know。 你们认识我吗？你们认识我吗？第二十二个，是。是 means to be。 我是个男人。我是个男人。第二十三个，睡觉。睡觉 means to sleep。 我困了想睡觉。我困了想睡觉。第二十四个，说话。说话 means to say。 我不爱说话。我不爱说话。第二十五个，听。听 means to listen。 我在听歌。我在听歌。第二十六个，喜欢。喜欢 means to like。 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第二十七个，下雨。下雨 means to rain。 现在在下雨。现在在下雨。第二十八个，想。想 means to think。 我会想你的。我会想你的。第二十九个，写。写 means to write。 我写了一本书。我写了一本书。第三十个，谢谢。谢谢 means thanks。 谢谢你教我中文。谢谢你教我中文。第三十一个，学习。学习 means to study。我想学习西班牙语。我想学习西班牙语。第三十二个，有。有 means to have。 我有很多钱。我有很多钱。第三十三个，再见。再见 means goodbye。 明天再见。明天再见。第三十四个，住。住 means to live。 你住在哪里？你住在哪里？第三十五个，坐。坐means to do。 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第三十六个，
坐坐 means to sit. 我想坐下来。我想坐下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给我们点个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下期再见，拜拜。